从这个山顶的这个地皇拍卖，还有就是这个从欧地表拿出来的这个九龙塘的一块，这一个很贵重的地皮，这些对于市场是有蛮大的这个利好憧憬的。还有就是过去几个星期这个一手楼盘的这个销售的情况来讲是比较火热的。从过去西九龙的一些新楼盘到这个南湾，其实在这个亚利州的这个南湾，跟其他的楼盘呢，这个销售的情况，一手是卖得很好的，还有就是这个英皇地产这个 Java 也是卖得很好，这个情况对于这个二手楼也有一个利好的作用。我相信就是这个本港的地产类的股份，特别就是恒隆公司呢，这个恒隆地产呢，今天星期三会公布他们去年的业绩，虽然就是他们的业绩比较集中，就是这个均能天下这个楼盘的销售，还有就是一些租金的这个收入。不过我相信就是它的股价是已经比较超前了。我相信就是如果这个业绩真的好像市场预期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高端的水平的话呢，对于它的股价有一个支持作用。不过因为它已经心腹比较超前，我相信就是今个星期其他的地产类的股份，好像这个新雄基啊、长实啊等等呢，有机会呢，表现比较好的。